糟了，娘娘，什么事？奴婢刚才在山涧听到一群胡人在交谈，说安禄山已经偷跑出来，要找丞相大人算账了。安禄山逃狱？末将担心他们对陛下不利。陈玄礼，你马上带一批人上山通知陛下，保护陛下要紧。逆奴卑职笔，本宫要亲笔写一封手谕，派人通知附近的府衙，速起兵马护驾。是娘娘。手谕送了没有？回禀娘娘，已经出发。好，你们要死命守住山脚，尽量拖延，阻止安禄山的人上山。是。贵妃干娘，真是有缘千里能相会啊！本宫不想跟你说话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住手！为什么要这样？你们到底为了什么？收手啊，好不好？你跟大哥的恩恩怨怨，本宫已经都知道了。你们现在收手还来得及呀、啊！本宫会替你向陛下求情，但保你们不会有事。听本宫的劝，好不好？一切已经太晚了。如今我是骑虎难下。怎么只有这么少人保护娘娘？其他人呢？是不是去给那个昏君和监国舅通风报信啊？尼奴，你说。不知道。喂，忘了自己是胡人？我只是忠义娘娘。聂奴，聂奴，把娘娘带进厢房，好好安顿。是。你们想怎么样？走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刘兄，是不是照原定计划行事？当然。不过首先要阻止大唐那些狗奴才通风报信，请救兵。你带兄弟们先上山追劫，然后在南天门等我，稍后再跟我会合，一起截杀那个昏君和杨国忠。好，走。你进来干什么？本宫看到你就讨厌，你出去啊。是吗？真的这么讨厌？你真的很讨厌我？没错，亏陛下和本宫对你宠爱有加，你居然起反叛之心，你太让本宫失望了。没错，我确实有足够兵力去造反。可是我没打算在玄宗一朝起事，是那个昏君和杨国忠逼我的，应该带他们赔罪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啊！不要！不要！你想干什么？自从上次贵妃醉酒之后，我已经很想得到你，没人能阻止我。不要啊！喂，你放心，我会负责任。然后杀了你的男人，登上皇位之后，我就封你做我的女人。等我。你将禽兽。今天你非死不可。自古英雄谁无死，只要死得开心，死得痛快，起码我临死之前我得到天下间第一美人，你却只能羡慕。三弟，你带兄弟一场，送我一程好吗？No!
皇甫将军。甲子壬戌日，陛下封禅圣殿，贵妃杨玉环等候于泰山脚下。杂胡安禄山突然闯入，与叛将史思明图谋刺杀陛下。幸苍天庇佑，国子仪救驾及时，陛下鸿福齐天，刺杀事败。唯杨玉环则遭安禄山之爪凌辱。哼，如此逆贼简直是金刚怒目，菩萨低眉呀，当真是人神共愤。两位士官，本宫希望你们如实记载，直言无隐。本宫要世人知道安禄山的滔天罪行，以激励三军，一定要把这个叛军诛除，以保陛下的社稷江山。贵妃娘娘心胸光明磊落，超脱世俗凡篱，下官实在佩服佩服。你们就照贵妃所说的去写。微臣参见陛下。万里路，豪情伴我迈向江山中飞奔。精世精英军，跃马天山任，远眺勇士海船，心情千杯饮。齐心破阵鼓擂军，人兴奋，期待霸王挥金剑，千军冲上阵。叛贼安禄山，本是杂胡，不念圣恩提携，列土封王，竟然兴兵作乱，实令人臣共愤，是要诛除国贼，佑我子民免遭灾祸。诛除国贼，是保江山万万年。真没想到长生殿会这样，这么宁静。明日就要出征讨伐安禄山那个叛贼，后果会如何？安禄山胆敢逆天而行，辜负圣恩，挑起战心，一直生灵涂炭，必遭天谴。朕已经命郭子仪务必要活捉这个恶贼，朕要把他五马分尸，才可以泄朕心头之恨。三郎，从泰山归来，有一件事情玉环一直都很想问，可是一直都不敢问。朕不会介怀，你也是因为找救兵才会留在驿馆，被安禄山这个恶贼凌辱，朕心里面只有感激和怜爱之情。三郎，恳请皇天作证，李隆基愿与杨玉环生生世世结为夫妇。
恳请神明庇佑，我两阶法尘夫妇生死绝不移。玉环，三郎，安禄山与史思明回到范阳，表面上以清君侧讨伐国贼杨国忠为名举兵叛变。安禄山渡过黄河，一万天武军第一次迎击叛军，不出三日，天武军已溃不成军，东京洛阳沦陷。天宝十五年正月，大将郭子仪与李光弼与锦行大败史思明，而哥舒翰亦死守潼关，安禄山正等候雷霆一击。相爷，新宅还没有落成，你这么快就收拾东西啊？你不用管我，你早点去睡吧。相爷，如果你还不睡，明天就没有精神上朝了。上朝，上朝又有什么用啊？安禄山快要打到京城了，只要潼关一破，他带兵入城，他第一个要杀的人就是我呀。杨歇和杨琦已经被他杀了，我们杨家快要灭门了。郡主，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死到临头了？原来你想一走了之啊？走，走有什么用啊？走到哪里都是一样。相爷，什么人？准备马车出城。哎，不要不要，叫禁军保卫丞相府，快点去。是大人。丞相大人，开门呐、啊，柳城啊。柳城。相爷，安禄山已经在东京洛阳称帝了。啊，相爷，怎么办呢？岂有此理！居然自称大燕雄武皇帝，还改年号圣武，简直是大逆不道。陛下，安禄山罪大恶极，若再容忍下去，有损大唐天威。臣恳请陛下降旨，命哥舒翰出关，大破叛军，以平国乱。朕也想尽快铲除这个逆贼，可是潼关易守难攻，出击是否上策呢？哥舒翰行军经验，举世无人能及。现今朝廷有206000精兵尽在他手中，对付叛军可以说绰绰有余。臣恳请陛下降旨，命哥舒翰出关，大破叛军。臣敢以此立誓，臣性命与大唐共存亡。丞相，朕绝对相信你的苦心。好，朕就命哥舒翰出关杀敌。陛下英明。失守，平安火熄灭。为何今天上朝的人这么少？回禀陛下，今早多位大臣称病不朝。他们是怕逆贼杀入京城，所以落荒而逃，是不是？朕问你们是不是？原来是真的。朕可以告诉大家，朕是绝对不会贪生怕死的。陈学礼，微臣在。如今京师还有多少兵马可以调动？回禀陛下，因为郭子仪与哥舒翰竟领天武军出征，京城大概只有3000禁军，足够了。马上召他们回攻屯戍，朕要与这个逆贼决一死战，与长安共存亡。陛下，此非良策，连你也贪生怕死。臣死不足惜，可是陛下是万金之躯，实不宜轻言。陛下乃一国之君，岂能以身犯险？更何况郭子仪的援兵几天后就到，到时候只要会师反扑，定能克敌制胜。陈将军所言甚是，陛下如今宜先离京，暂避其锋。不行，朕这么做与懦夫有何分别？假如朕出走，
愧对大唐列祖列宗，朕是绝对不会走的。臣恳请陛下三思。臣恳请陛下三思。如果陛下是为社稷苍生设想的话，就应该立刻离宫。玉环，连你也这么说。陛下坚守京城，与逆贼一拼，却是勇者无惧。可是敌寇气势正盛，而且我军以寡敌众，实在太冒险了。陛下假如是为社稷臣民的话，就应该留着有用之身以图后继。陛下，暂时离开京城吧。恳请陛下离京。恳请陛下离京。哀家是不会离开的。母后，陛下是一个贤君，奈何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，陛下也不能够例外，纳了一个祸国殃民的妖姬在身边。母后，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。这个是事实啊，如果没有杨玉环，就不会有武阳弃言，也不会有安禄山借词清君侧而造反。母后，现在评论谁对谁错都不重要，你跟儿臣一起离宫好吗？哀家怎么都不会离开，我不会与一个祸国殃民的妖姬在一起。自从皇儿要哀家不必过问皇儿与杨玉环之事，哀家已经心死，皇儿不必再劝，时候不早了，请回吧。我已经渐渐花开花落，缘起缘灭，富贵于我如浮云，我不走了。姐姐，留在宫中很危险的，安禄山的兵马快要攻到京城了。人生忽如寄，寿无今时故，有生自然有死，其实我们不需要太恐惧。虽然姐姐已经看破生死大关，可是我和陛下又怎么忍心让你置身于险地呢？你们对我的关心我很感激，可是我的体会和感受你们不会明白。经历过那一段失心疯的日子，我已经不想再痴于情至于物了。姐姐，你太苦了。怎么会呢？我现在每天都有机会欣赏清风明月，虫鸣鸟语，上天对我实在不薄了。姐姐的顿悟确实不是我这个世俗人能明白的。每个人都有他的造化，你不要再为我的事情蹉跎了。陛下身边最需要的人是你。小蛮，你跟娘娘走吧。奴婢要留下来陪娘娘，赶我也不走。你这又何苦呢？姐姐。妹妹，有缘的话我们必定会再见。参见太后。
居，却是一处易守难攻的关口。所以郭子仪才选定此处为会合之地。史思明在五天前从潼关出发，一路线似乎是朝京城进发。四天后，郭子仪的大军就会抵达，到时候兵将看到陛下御驾亲征，一定士气大增，将那逆贼杀个片甲不留。好，将士用命是要把逆贼迎头痛击。哎，这不是上次在庙里看到的婆婆？婆婆，请你指点迷津，以解今日之困。因是人皆去，是指安禄山带燕都进门的人南下造反，城关马不归，哥舒翰与潼关大败，若逢山下鬼。山下鬼？马嵬坡会出什么事啊？环上绮罗衣。环上是指玉环，罗衣锦衣加身，是不是能逢凶化吉呢？罗山已经泄露太多天机了。老婆婆，这么快就不见了，到哪儿去了呢？你在想什么？想很多事情。玉环正在想，如果三郎和玉环只是普通人的话，可能不会有今天的结果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三郎可能没有机会跟你在一起。有啊。所以玉环觉得上天的安排实在太巧妙了，很多事都改变不了。对，真的很巧妙。玉环，你怕吗？怕。三郎答应你，很快就可以回京。玉环也相信一定会。如果能够逃过这一劫的话，三郎会逊位，然后三郎和玉环游遍名山大川，选一处远离尘嚣、可以媲美人间仙境的地方，然后在那里盖个小小的房子，两个人过着恬静的生活。三郎不需要人伺候吗？有你吗？那谁来伺候玉环呢？三郎啊。安禄山所领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，而我们却是王者之师，所以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。兵凶战危，祸福实在难料，不过无所谓，荣华富贵我已经享受过了，即使一死我也无憾了。辅导人家居然如此豁达，你说我对你怎能不恋恋不舍呢？你们这对狗男女，你们居然兄妹私通，简直禽兽不如。别在这里吵了。什么？你怕人家知道你们的丑事啊？你去跟我找陛下做主。嘿，你发什么疯啊？郡主啊，我没有打算跟你争丞相，否则我早就是杨国忠夫人了。什么？那就是说你不要
我才可以嫁入杨家了。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哎，出了什么事了？什么事啊？哎呀，出事了，真的出事了！早叫你们去问玉瑶了。隐士男女有什么大不了呢？你们不过是凭着杨贵妃的裙带尊容吗？大唐沦落到如斯境地，也是拜杨国忠所赐，结党营私，以致军务废弛。闭嘴！跟我来。大家坐下来好好谈嘛，大事化小。玉瑶，对，过来呀。哎，还站着干什么？多丢人呢！哎，走吧。啊，走走走啊！走。陈将军，什么事？我想问，为什么我们每一顿都是吃面饼？难道没有白米吗？夫人。我们是轻骑出征，士兵全部吃的是干粮，而且半饱半饥。那么没有干柴吗？我吩咐了，叫人煮水洗澡，等到现在都没有人复命。陈将军，我想你要责罚一下你的兵卒了。附近水源缺乏，况且士兵是用来保卫国家，并非用来伺候夫人你们的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好，本夫人就叫贵妃娘娘下旨，看你如何回答贵妃娘娘。随你便。太没礼貌了。算了，跟这种老粗说话简直有失我们的身份。我们走。居然要我们保护这一群不知廉耻的人，已经成丧家之犬了，居然还欺眼逼人。够了，我自有主张。陈将军，这些稻米是给你们士兵吃的。谢谢林伯。别客气。参见丞相大人。你们在干什么啊？居然有粮米，立刻送去我们的大营。陈将军，这些米粮不是送给贪官污吏那些狗官吃的。大胆刁民，竟敢辱骂朝廷命官。来人，是，给我拉出去打。你就会欺负我们老百姓，你那么能干，去打安禄山吗？相爷，老人家生性耿直，你不必介怀。生性耿直，你这么说就是赞同他说的了，是不是？陈将军，你分明借这个老匹夫之口来侮辱我们相爷啊！没这种事，岂有此理！来人，是。陈玄礼不服命令，把他拿下，军法处置。你们干什么？造反呢？快点让开，不然把你们全杀光！杨国忠，你这个国贼！啊！老爷，快点进去，快点进去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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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赶快走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撤！你走啊！不要杀我！你为什么要杀我？因为你是杨国忠的女人。说我们杨家罪该万死，那你们呢？身为将士，侄子应该保家卫国才对，可是没有，你们是在残杀老弱妇孺。难道你杀了我们区区几个女子，你就可以打败安禄山，名留青史？我们奉太后的懿旨行事，不管你怎么说也没有用。原来如此，那么我杨玉瑶就保佑你们战无不胜。
思明会向马嵬坡进发。末将担心逆贼会知道圣驾在此。史思明还有多久会到？两天左右。可是郭子仪的大军要三天后才到，那么我们要不要移师去跟郭子仪会合呢？马嵬坡易守难攻，只要陈玄礼他们有所部署，死守一天应该没有问题。陛下娘娘，丞相他们被士兵所杀。叔父，大姐、二姐、三姐，大哥，怎么会如此？有兵将说，杨国忠祸国，所以看到杨家的人就要杀。太残忍了，岂有此理！这什么意思？主厨杨国忠一家，我们全部都有份。陛下假如要治罪了，请将我全军处死。你竟敢要挟朕！陛下，杨国忠结党营私，贪污舞弊，与安禄山为争权而结怨，克扣军饷，谎报军情，甚至潼关失守，也因他要求割舒翰追缉所致。大唐江山遭今日之劫难，却因杨国忠祸国殃民，实在该诛九族。玄礼全体将士，恳请陛下将杨贵妃赐死。不可以！贵妃身处深宫，对政事从不过问，此事绝对不应该株连贵妃。杨家已经被诛除，贵妃娘娘假如置身事外，众兵将担心贵妃事后会追究。好，朕现在向你们保证，绝不再追究此事。恳请陛下将杨贵妃赐死。杀杨无痕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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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！杀杨无痕！杀杨无痕！杀杨无痕！要臣死，臣不死，是为不忠！你们竟敢造反！陛下，朕绝不会赐，除非你们杀了朕！陛下！陛下！陛下！朕无论如何都不会签那份诏书。亏他们通通都深受皇恩，全都是乱臣贼子。玉环，三郎实在厌倦当这个皇帝。玉环，不如我们远走他方，从此隐姓埋名，长相厮守，永不分离。三郎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如果我们一走了之，军心必然涣散，安禄山将会长驱直入，到时候受苦的就是黎民百姓。三郎时刻为江山社稷而操心，可是天下的臣民何曾关心过朕？外面那群狗贼又怎么会对玉环你有所怜惜呢？三郎，天命所归，
三郎一定要比天下的人看得深，看得远，方能责备天下。你说得很对，可是要朕顺从他们，不可能。悲痛过后，玉环仔细思量，大哥确实做了很多错事，伤害到国之根本。玉环为了一点亲情，没有及时向陛下禀报，才会酿成今日之祸。所以玉环确实该死。玉环，玉环本想自尽，可是希望自己一死有其价值。如果由三郎亲自下诏将玉环赐死，就能激励士气，胜利可望啊。玉环，你处处为朕着想，朕居然要将你赐死，朕实在办不到。三郎，你还记得吗？当日在洛阳，三郎曾经答应过玉环，要做一个明君。玉环知道，自己一死，三郎将会承受锥心之痛。可是三郎一定要好好的生存下去。玉环心爱的李三郎，是一个受万民赞颂的好皇帝。求陛下成全玉环的心愿。逢山下跪，环上系裸衣，命运所定，无怨无悔。自贵妃死于马嵬坡后，军心大振，安禄山等乱军因争权而互相杀戮，后为玄宗剿平，安史之乱终告结束。太上皇困不困呐？Thank you.
于来接三郎了。贵妃娘娘，天飞雪，孤女杨玉环，邂逅天子李隆基。村女峨眉，天生丽质，一朝选在君王侧，后宫三千粉黛，明争暗斗，生死不相扰。九转回肠，历劫交花，深承恩泽。赐浴华清池，万千宠爱在一身，展开一代美人之凤凰传奇。